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对核酸检测结果的查询需求，我市依托智慧健康服务企信息化项目，以快速建成核酸检测报告在线查询平台，对接了乌鲁木齐辖区内25家核酸检测机构，实现了核酸检测数据的互通共享。广大市民可以登录智慧健康乌鲁木齐微信公众号，完善个人信息，并申领电子健康卡后，打开畅行码，点击集采核酸结果查询，即可查询到社区核酸集中采样的检测结果。因全市居民数据按5合1混合采样，核酸检测数量大，各社区采样检测时间不一致，核酸检测数据陆续接入上传中。目前已收集核酸检测结果数据130余万条，其余数据正在紧张有序录入中。在此希望广大市民予以理解。